知道，我非常怀疑我们这次合作的成功率。没几年，我就可以和三口组红色旅并驾齐驱。堵车出动了，只要我陈彪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要摆平他。二位老大，请听听。大蛇要打七寸。什么时候看货？今晚看货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是障眼法，还是断旋风筝？喂 ，Hello， 是龙大哥吗？是啊。哦，是张通先生吧？哈哈哈，是吗？兄弟到香港做一笔小买卖，不过来之前三叔就关照过，一定要和龙老大见个面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啊，到我的世贸中心见面吧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在世贸中心见喽。去世贸中心，走，我们出发。嗯，阿林，有情况及时通告。是。督察，等一下。巡警发现两辆轿车上的人换过了，查一下他们身份证。是。张总可真是个贵人啊。龙老大在香港可是一个黑白两道的大人物啊。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再回来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不用车了吗？
哎，不用了，你还是直接回去吧，我稍后再回来。嗯，是你的司机？哎，也可以说是我的私人保镖。这个人可靠吗？当然了，可靠，可靠的就像我一样。啊，香港这个地方可真是太美了，又让我触景生情了。叫法不是开往珠海，而是朝山里去了。哦，到美福村。美福村。嗯。二号，二号，总部呼叫。喂，二号收到。啊，金主任，你的电话。喂，我是。好，马上执行。督察，陈世元在缅甸失去行踪，有内线传讯到了香港。我也正在考虑这其中的因果关系。如果有关系，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。大爷，您是个什么？认识这个人吗？你认识个人吗？认识吗？大爷，你是这个人吗？认识吧。对不起。哦，张总，请。站住！哎哎，我们一起来的。名单上没你，站。简直是太像了，我觉得我真的进了黑社会的龙潭虎穴了。这是战士们半天训练的成果。处长，我现在可以确定那个会员俱乐部就是太平洋联盟的老巢，而且那个侯爷就是陈彪的律师林恒，他去过美福村。这个老狐狸，他应该认得出吴涛涛。吴涛涛已经经过化妆，应该说是认不出来了，但是我想他只是怀疑而已。怪不得他们现在又派人去了美福村。我马上通知美福村，让他们做好安排。吴涛涛呢？我安排他和美国方面联系一下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想出问题，各方面工作做仔细一些。你们要提高警惕，随时都会有危险，多想困难，做到万无一失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马上布置一支机动力量贴近你们，随时随地应付紧急情况。谢谢，我会小心的。怎么样，你们这里很安全？很安全，龙敏玲愿意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。
你们尽管放心。我们要抓紧时间布置下一步行动方案。根据5815、5818提供的情报，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，我们拟定了这个行动方案。好，我马上给龙哥挂电话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阿黄已经到了美福村了。等会儿，龙哥，我认识你吗？三藩市通达国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通先生托我办的事情，我已经办妥了。哦，他人就在我边上，你要不要听他听电话？不必了，就请你代言吧，谢谢啊。侯爷，那让阿旺撤吧。不，即使他跟龙老大是朋友，我也要搞清楚他每一个细节。是叶云吗？什么？你没看错吧？哪儿呢？在游艇上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那个穿白的男人是谁？好像不是香港人。有点像鬼佬。哎，怎么事？你还站在这里？为什么不走？关你什么事？是你家吗？好啊，那你等着吧。妈的，侯爷，算了。但愿今晚大 case 顺利，能将这条黑色黄金道贯通，扬眉吐气的时候多着呢。阿旺在美福村也没问出个所以然，张通也反复验证过，那个女秘书，侯爷您是不是？真他妈的邪门了。确实像。阿旺时间很紧，侯爷您是不是？好吧，是。报告督察，轿车里的人身份证没有陈彪和魏一凤。那好，查一下陈彪、魏一凤和码头的关系。是。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能量，李老板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是天生的一对。我相信叶云不会闲着没事干，我只是在猜他唱的哪台戏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姓韩的小子。你不是挺喜欢他的？你不是对他挺有好感的？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也挺有意思。你的话倒是蛮多的嘛。嗯。你能不能少抽一点烟？对身体不好。
事吗？怎么，没和你的雇主在一起啊？你怎么会这么问话呀？你的雇主很风流嘛，在游艇上兜风呢。我以为是你在陪他，没想到是和一个老头子在一起。老头？喂，什么样个老头？是不是戴了顶巴拿马的草帽？这么说你知道了？你在哪里？喂？喂？到这儿了，干什么？老大，
他在怀疑何良是有问题的警察，也可能是侯爷的兄弟。什么意思？何良已经把你这儿搜了个遍，从他的动作来看，跟你一样是个条子。我只知道他是侯爷的人，不是。香港方面出动水警舰艇负责封锁海面，检查可疑船只。我们的部队负责包围南海水产码头和陈家运的冷藏库，派出各个分队密切监视南海其他码头的情况。我们还准备了两支特殊部队待命，随时准备投入行动。我一直在想，侯爷总是说今天晚上交货，但是交货的地点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们判断准确的话，侯爷的交货地点应该是南海的水产码头。报告一号，5815要求通话。啊。喂，我是一号，请讲。一号，弗朗西森确实来香港了。弗朗西森到香港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叶云和他在一起。叶云，情况确切吗？有人发现他们俩在一条游船上。有人发现是谁？龙山的女儿魏一凤。知道了，你的计划不变。有一个人特别危险，他已经开始对我下手。我怀疑他是侯爷的心腹，如果再次遭遇，我可能直接反击。是谁？何良。你的任务不变，你的目标是叶云，不要轻举妄动。5815两次提到弗莱西臣，说明他已经到了香港，必须要得到证实。那么，请通督察和三藩市的 FBI 联络一下，请他们支持。好。我想，这会不会是一个双重圈套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识破这个圈套。是。报告一号，5818要求通话。好。喂，我是一号，有话请讲。5818通报，发现重要情报。叶云昨天去过海滨浴场，怀疑和他接头的人就是陈水源。好，请密切监视。5818明白。另外，我请求协助调查叶云的保镖韩卫东，此人身份很关键，在叶云的房间里发现了跟踪器，怀疑是韩卫东的，请一号指示。我知道了，你等待我的命令。我想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不出任何意外，有必要向5815和5818交个底了。执行吧。今天好潇洒呀。是啊，有钱人可以天天潇洒。那你可说错了，侯爷放弃我，我才难得的清醒，乘游轮在海上兜风，感觉棒极。就一个人？和一个老头。那一定感觉不错。哎呀，是一个澳洲的老华侨。哎，安哥，明天我带你去兜风 ，OK？OK。早点回去休息，睡一觉。是不是陈昭达的电话？
你看着办吧。 是5818。 5818， 这是5815。 现在你们该了解对方的身份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根据最新的情报，
美国的弗朗西斯陈和缅甸的陈水源都到了香港，今天我们就要认真地讨论一下下一步作战方案。来电确认，在美国的弗朗西斯陈是个替身。FBI 在三藩市的 WY 整容所得到资料证实，弗朗西斯陈的确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替身。现在真正的他已到了香港。我认为您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他认识你们俩？他认识我们俩，但未必我们俩有危险。我们在美国已经和他谈过了，所有的条件他都答应。他是很希望我们和侯爷打交道，他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侯爷那一边。这回他到香港，肯定有一笔大买卖，我们会格外小心的。你的分析我同意，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见面了。这就说明还有一条暗线在活动，而且这条暗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。现在看来，这条暗线在做另一桩走私交易。交易的买方是弗莱西陈，交易的卖方是陈水源，而叶云是串联买方卖方的关键人物。这让我想起前一阵上蹿下跳、忙得不亦乐乎的叶云，怎么会突然销声匿迹了呢？事实上，他并没有闲着。昨天他摆脱了我们的监视，换了一部车，去向不明，是不是和陈水源在来往？他们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命令5815密切监视叶云和弗莱西陈，告诉5815，他所监视的这条线就是这次走私的主线。命令5818立即赶到南海码头，密切监视陈彪一伙的交易，配合部队抓捕陈彪。侯爷就交给你了。是，我们要密切配合，不能让陈水源漏网，要把太平洋联盟一网打尽。要提高警惕，一有情况马上呼叫，我们会配合的。好。等等，不送了。哎呀，张总，真是世纪约会啊！因为龙老大非常懂得礼貌。先生，我们这里住店客人是保密的。
其实我记得就是昨天晚上喝酒喝多忘了。是吗？那请问您的朋友他贵姓呢？姓陈。全名可以告诉我吗？陈水源。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谢谢啊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里没有陈水源这位客人。谢谢啊。是谁？这是何三拐的弟弟，他现在正找你呢。我和他没有来往。再说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时间到了，你过来。督察，这是属于陈彪手下的码头帮主吴阿龙。通知飞虎小组，立即搜捕。是。After grabbing an 8-5 lead, Tapik ran off the next 6 points for a 14-5.两位请。刘志豪。谁是刘志豪？天底下还有不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吗？我不管你是侯爷还是王爷，我是来和你做生意的，对你来说这是一笔大 case， 但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小买卖。你现在要撤单还来得及，我可玩不了你这种神经质的傻瓜游戏。我们钱已经带来了，你是不是拿不出货，故意编个故事来坑我们？有人给我打电话，你就是刘志豪，中国行动组长。这个名字可是如雷贯耳啊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落到了我的手里。是吗？如果我是刘志豪，你还有机会拿枪指着我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一笔小 case 你就兴师动众，不但惊动了三叔，还对我的女秘书用刑。
我张通英明一世，难道要葬送在你这个无名之辈的手上吗？我给你三秒钟，做还是不做？电话怎么说？根本没什么电话。我有来电显示。那容易了，打过去再问一下了。真怕兔子不来，白泡一天。你的心思我还不明白吗？你放心，等杀了侯爷，钱全是你的。这话怎么说？你的钱我的钱不都是一样吗？不过我明白了，以后千万不能跟女人结仇。开始。张总，谨慎点总没错吧？不知道哪个臭小子打的匿名电话，抱歉。还拿着枪干什么？我看你是中了警方的圈套了吧？这样一个电话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意味着什么呢？大 case 要当成小 case 来做啊？你何必摆这么大的排场呢？要隐蔽的，要秘密的，你懂不懂啊？侯爷，我告诉你，报告督察，陈彪、魏一凤已乘船前往南海。收到，请继续监视。通话完毕。明白。让水井拦截。能知道他的位置吗？通知水井一号。就被侯爷耍，倒还想得通。你呢？妈的，谁能想到林恒隐藏在我身边呢？等我逮着他，我非活剥了他皮不可。说来也怪，林恒在你身边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一点都没发觉吗？别问了。这次他们运的是什么货？就问这个问题。你这老不死的，
第二套方案。凭我的嗅觉，他是个地道的警察。他妈是警察！